小龟、小凯、龟龟系列。食物啊，他要吃。这里有个饲料，他想要吃。他对妈妈很好奇，还是他对小黑子很好奇？饲料上说每天喂两次，一次吃一颗呀，只吃两颗，就他吃得完就好了。哦，小龟上。妈妈，我发现小龟睡觉的时候头会抬得高高，然后跨在一个东西上面。它有睡觉，它有睡觉。那从哪边分呢？大只的，比较大只的。两只都。你看尾巴，这只尾巴比较长，这只尾巴比较短一点。对，它比较长。突然有。比较长的叫小凯。小凯。到了，小凯的头比较深，小龟头比较浅。对。什么小龟头？小龟头。比较大只叫小凯，比较小只叫小龟。对。应该要看他们的，你看他们现在头伸出来就可以比较大只，对对呀、啊，而且他们现在头伸出来，你看小龟的头黑色粉，黑尾巴，他用手推他头他是外国人，他是美国人，美国人，他们都是台湾的啦。你看他只用他手推他，不用他练。来来，我练，不要啦，你力气太小啦，我压你，把你推走。灯好、哦。你们好可爱啊！加油！什么？他们在抢位置啊！小凯。对，我看喽。姐姐。我看了小凯哦，这个是小凯不能抢，小凯过来。姐姐你是叫来，小凯他不过来，他们一直抢，可能等一下会打架。小凯是他，对，我叫小凯走，我去进你家啊，小凯进去啊。他现在进去，只是尾巴露在外面而已。他觉得很奇特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家？包裹。为什么小凯走了你就不要练了呢？小龟。什么包裹？哇，里面梦梦可爱的这。啊？梦梦可爱呀、啊！我这里来了。不然 PC 上没有别的。是因为我知道了。小龟，继续练习。有啊，我说继续练习，继续练习。哎，阿怎么又出来了？他出来了。你不要再去跟你刚刚说啥？小同学在。小凯旋关门。小爱是你的粉丝哦，小爱眼里只有你。没有乌龟。也不可以去抢，不可以去抢。小凯又去抢了。等一下，你把小凯弄走一下，小凯。好大胆啊，他妈挤走了，小龟好可爱。放着他就不会打了，你看。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送来啊？小凯不可以，不可以去挤他，不可以，你走另外一边好不好，小凯？他如果有出货，他就走另一边。小凯走另一边。啊！我有别播下去了。啊啊！这是没有，没关系。你走这边好不好啊？你好笨啊！为什么他一定要钻那个缝？来，我们到后面给各位看一下。有。他的鼻孔有两个。当然。小凯，小爸也说。小凯在练习。对啊，小凯在练习。小龟不吃饲料。他想要去。那另外一只呢？他也想练。另外一只在后面，这里。是啊，那你就这样一直拍他、哦。很可爱，还是他也想要练习，被他抢走，他不开心。对啊，不然明天你喂他，先喂他吃饲料，他应该会开心一点。那我带小龟认识他家人类，想不到小龟在这。小龟要认识一下你的新家了，要认识新家吗，小龟？小龟可以坐下呀。小龟起来了，我把小龟送进去。因为怎么要强迫他进去？因为他在睡觉，他被石头缝卡住睡觉。然后我把他放过去点你们那个，就不用这边弄着。
撕掉飘油。哎呀呀！啊，小乖碰到便便了。嗯，小凯。来来来，爬进去。小龟要爬进去了吗？啊！他喜欢这一块石头。没有，他这样可以走这石头就好了。为什么他们就是喜欢这个角？他们想要是有卫生纸的关系。哎，他们两个各用一个角，这样这样关系就可以比较好了。小龟也不可以过去。可以过去，你要破坏你们的小龟，小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小龟，小龟不可以。小凯在拼命的游，没有抢到自己的脚。游完越游越快了，不可以，小龟不行。游完，小凯走了。小凯让小龟。第一次看到关心这么好。又哎呦，我来抢了。你走开了。过来，你看，你看。好可你看，你看到他手碰他手，你们在这边，他们就怕你们，他们就跑在这里了。所以爸爸来这边的话，他就想要去那边，他就跑、啊。我最喜欢吃鲑鱼肉了。鲑鱼？那、啊、不是不关你的事。大家有看我抬头看我？哎呦，他走了。我刚才说不，我他是小凯。我最喜欢吃鲑鱼肉了。他想打你耶，你看。小凯不介意就来我这里玩。对啊，小凯就觉得脚走了、啊。他介意了，他要来我这边玩了。你看，他要来打你了，我这边比较好。他看我。啊！他被打了。他刚才在抬头看我，对不对？他被小龟打了啦！不可以，小龟。而且他们碰他头了。小妹妹，你要养吗？养。为什么？我只观赏就好了。他晚上会。没关系啊，他白天不会把壳脱掉，他晚上才会偷偷从壳里面跑出来，晚上才会偷偷出来。他出不来啦，他那个五个，总共几个洞洞，六个洞洞而已、啊。他是从里面伸出来的。不可以，小凯，小凯，你去那一角好不好，小凯？啊，我这边比较温暖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才有鲑鱼。去那边的话就会被煮成龟肉。哈哈哈哈哈！太迟疑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他怎么走了？你看，你看，他过来了，他不理你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过来，他们也跟着过来。我过来，他们也跟着过来。你看，因为他们想要骂你。嗯。还有可爱的小灰只哟、哦。不去家吗？你看，最后要把家移到那边，你也不吃，然后就可以。哎，饲料自己游过去给他吃。他们现在感觉好吃力呀、啊！改天去捡个石头给他们。啊，他不喜欢这个角。那还给我。它太轻了，飘来飘去，它给我不稳定。还给我了，还给我，不要，这样子就稳定了。还给我啦，我的九孔。然后呢？耶。不然它也不会，它不喜欢在那里、啊。那我先把这个石头涂一下。哦，磨石头，好。哎，他们又在抢了，不可以，小凯不可以，小凯的胆比较大，怎么办？小凯不可以，小龟小龟去那里，去这里，不去这里的话就会煮成龟肉。我要吹了一下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小威小威，小龟肉，龟肉，我说龟肉，他们就会，哎，不可以。你去那里，不然我就把你煮成龟肉。龟肉，龟肉。哎，真的，会停一下。妹妹说龟肉，他们才会停呢。我想吃龟肉。因为有陌生人跟他讲话，因为我没有说他就停。小心把你们煮成龟肉。他没停哎、欸，小心把你们煮成龟肉。哎、欸，真的是没被说才会停哎、欸。龟肉。石头下面了呀。给你龟肉。
我说另外那一只。给你龟肉，它不会。我要把你们煮成龟肉。它怎么会对我慌了？哎，它在停。那么我看来，它喜欢这里。它喜欢有。它是小。它喜欢有遮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小龟喜欢有遮的。这个，所以以后这里就叫小龟街了。小龟街，然后这里叫做小凯区，小凯区，小龟街。对，我现在让他们非常喜欢这个环境。哎，对，他停了，他看到有新环境的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走这里，小心我把你们煮成龟肉。他停，只有他停。哎，他停了。还真的小凯比较有胆呢，他不怕被煮成龟肉，龟肉。这样子很暗，不会，小心把你们煮成龟肉，龟肉，是龟肉哦，很好吃的龟肉。对，最喜欢吃龟肉。我也最喜欢吃龟肉了，其实不喜欢，我得了喜欢龟肉症。嗯，吃药都没有效。然后另外一只喜欢在石头下面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觉得这样子他应该更喜欢外面的环境了。小龟，小龟，你要煮成龟肉啦。哎呦喂！你也要煮成龟肉，真的，我不喜欢吃龟肉，我没有龟肉症。对，我也没有，我本来就没有，天生就没有。我说我没有，你要去外面走走。哎，那个墙壁照着他的倒影呢？难道他在看他的那个倒影？小凯，那不是人，那是你的倒影。把嘴巴打开。哎呦喂！他打哈欠了呀，不可以，小凯。他那个饲料他没有。小龟，好像哦，小龟，小龟，小心我把你叼走。这里，饲料在这。小凯，小凯，他阴影走。好可爱哦，小龟，小龟怎么不走？小龟闭眼了啦。明明你带他去掉很多阴影的地方了。他更喜欢这里。他更喜欢这种夹角，他最喜欢。他都没有自动进去我们的家，哎，对不对？不可以。另外一只，不会压扁吗？对呀。啊，这边也可以，这边有两个角，可以小灰鸡，小灰，这样这里变成小灰鸡，对对，有后院可以那个。这样。有一点后院。这里变成小灰鸡了。那你把石头铺到那个后面去。等一下，这个阶梯石就给他们在这里。那小的就去后面，小的就去后面休息。垃圾在飘哦。你看，他马上去那个停车库了，对不对？去车库停车了嘞。不对，不对，小龟。你不用靠那么墙壁了，你就。哎，换小凯进去了，是小凯停车哎。小龟一点动也没有，它惊呆了我的家呢。你要去后院咯，小龟。你后院，那里有阴影处哦。想不想要呢？还是你在盯蚊子吃的？他们的。直接那个太尖了，那个让它去角落好了。钻角落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凯。好多水。它被压住了。哎，他现在在饲料时期，饲料时期嘞，干嘛跑去你家饲料？这饲料可是超级无敌完美，要一亿美元呢，很贵，真的很贵，知道吗？就他停去角落了呀。来换第一个角落，另外一只去角落了，对不对？另外一只去充满阴影的地方了，所以我就说那个遮雨棚应该是有用的。外面现在很冷哦，知道吗，小龟？所以你要躲进你的房子，躲进你的房子。那你把它抓进去里面看。好啊，我从来小龟从来都没有完全进去。好，你在那在石头上，让它自己跑进去。快进去！嗯，他不要。挖骨，他刚才挖骨了。他不喜欢。他对我有兴趣啦，你刚刚也看出。那你换那个。那你走掉。要不要进来动动？他本来就可以自己进去。这角度很难把它刀出来。这
而且它好像爪子勾着一个石头了。他还在探索，到底要探索多久啊？你们都没去这个角，所以这个角是藏着腐肝有细菌。所以是小黑子的关系吗？他没看到。嗯啊，好期待他们的家来啊！这样子在，然后我把家放在这个区域，然后由后院过来。哎，我看得到他们的影子，然后撕掉在这。真的。对。好。晴天了。晴天了。我们要搬。哦，妈妈好重。下来再搬。妈妈，这石头太重了。姐姐，你先把小凯救出来吧。对啊，我怕他被压倒。来，再来屁屁了，来。来。这样，来。他看镜头干嘛？来，敏感，来呼吸，来呼吸。对，然后他说，他不喜欢，对不对？来。太丑了，所以我们要搬我们这个号。不对，这只是小凯吗？对啊，小凯一直都。对，这只是小龟。这只是小龟。我要坐呀。这里啊，你姐姐在旁边的桌子啊。这里啊，妈咪这个啊，妈咪这里的，给你啊。不要。要搬到这里的。那以后他们的家就在这里。是啊。就是不能放这里的。啊。这边，它都有可能爬上来。垂直的呢？对啊，垂直它怎么翻上去？它可能会翻过去的。对。那随便你们了。让它跑出来怎么办？哎，狗狗楼好不省电了，20趴了。哎，为什么要放在边边呢？刚才因为他们喜欢这个角啊。他们刚刚还抢来抢去的。他们两个可以结在一起。还打架。爸爸，这是乌龟的打架方法。乌龟没这么聪明吧？乌龟打架的时候，它们就会用手去推别人。你不要以为它干不出这种事。不然你家乌龟有干出这种事吗？不可以乱跑。去我们摆的石头小塔。嗯。姐姐，你把小龟搬到我这里，我有阴影可以让它搬到石头塔这里。小龟是它。小凯很有活力，所以我不想让它过来。阴影。嗯，好，那小龟的旅程先到这里。他要记得订阅我。